Hello，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礼拜的闹着玩，你们就应该会知道我是一个倒霉鬼，就是我自己设计的企划，然后企划录了一整天，肉居然没有吃多少，然后因为我实在太不爽，我居然没有吃到汉堡，所以今天决定要二刷一下土夫汉堡。有人去餐厅吃两次才真的吃到的吗？应该就只有我了吧。不过值得说的就是，我第一次跟闹着玩来录土夫汉堡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并没有点到一个我真的想吃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会趁这一次自己来的时候去点我看了他们 menu 很想要吃的东西。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评比，就是它到底跟美国汉堡比起来差别在哪里。 Anyway, let's go。変態。喜欢我们这个吃货系列的话，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，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